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第142页，最后一行，它是上次我们讲的是持戒，六度波罗蜜的持戒第二次问，现在继续又谈到是忍辱波罗蜜。又见佛子住忍辱力，真上慢人恶骂捶打，皆系忍忍以求佛道。就是佛子他住忍辱力，这个忍辱是很不容易的。那么身为一个佛子佛弟子，这里的佛子应该是已经修到某一种程度了。他能够住在忍辱力上，让有些真上慢人会恶骂他、捶打他。我们看这个小字小字，阿含经说力有六种，小儿小孩子啼为力，女人嗔为力，国王脚为力，罗汉静为力，诸佛悲为力，比丘忍为力。这讲比丘忍为力。一教经也说，人行忍者则为有力大人。就是能够忍耐的人才是有力的人，有力大人。有力大人。所以有些人他会成这个真正勇敢的人，真勇敢的人，他是能够忍的人，能够忍耐的人，能够忍耐的人，能够忍辱，忍辱忍得住，他就是比较有承担力，所以叫做有力大人，有力大人，就是忍辱忍得住，他就比较可以承担一些重大的责任，那就有力大人。有些人呢，他会逞血气之勇，有些人就是他稍微别人稍微骂他一下，说他一下他就会就会特别的就觉得他必须要回报过去，忍不住。那像这样，他会觉得说他是很勇敢，我要勇敢的去。比如说像如果说有人骂他，他会当场就回骂过去了，像这样子忍不住的话，他只是逞这个血气之勇。一个真正能够成就大事的人，他是要真的忍得住的人，要各个别人对他的误会别人对他的各种异样的眼光他都要能够忍得住忍得住。所以这个四众弟子你不管在家出家的四众弟子，在这一点上是很重要的。有一些人他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住在比较他所担任的责任比较重大，那么他就要多忍忍耐了。从忍当中，我们要多去体会这个心胸的宽阔，心包太虚，包含各种不同的人，包含这个各种不同的人。这个包含是非包容是非常不容易的。包容之中呢，他必须要有忍辱，越能够忍辱的人，他呢承担力呢也能够越大，所以其实在上位者，在上位者
不管是学佛的各种团体，他只要担任比较重大的职位的人，他所受到的这个误会也会更大，也会更大。所以这时候就真的要学习这个了，真上慢人恶骂垂大，皆系人人以求佛道，他就要学习这样子。这里有讲真上慢人，什么叫真上慢人呢？我们看这个小字第三行，即未得，未得，就是他还没有得到这么，还没有得到这种成就或是体会，他就认为他得到了。少得未多得之人，他只有少少的体会，可是呢，他呢就会说说到比较多的体会，他讲出来体会事实上是比他所体会的还要多，所以这是真上慢人。菩萨遇见真上慢人，或遇自是大性高门，聪明富贵位高胜他的人，遂行打骂菩萨，皆人安忍，无怨无报。这时候他都能够安忍得住。菩萨遇见像这样的真上慢人，这个真上慢人常看到，常看到。某个层面来讲，他是有点像碰风碰风的，但是呢，他这种碰风是有一点小体会的，可是呢，他碰风的比较变成比较大的体会，这真上慢人。其实大家要学佛当中这个慢其实是个过程，它是一个过程，人难免都会有一些傲慢的。那么我们要能够有一种谅解的心，体谅人家会傲慢，这是难免也正常。那大家相处之间呢，也给人家一点学习改进的空间。不要说人家傲慢的，我们就好像就会讨厌他了，不要这样，也不用到这样，因为这是难免的。如果你人家傲慢你就讨厌他，你可能没有几个你喜欢的了。因为这个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那么当一个人他慢慢的从开始学习，开始谦虚学习，到有一点小成就，他会有一点小小的傲慢，这时候难免，这是他的过程。他从他开始有小小的成就，然后有点慢，然后这个慢呢又慢慢的学习到又再回到谦虚中，那么这就是那就要恭喜他了，这种就更不容易了，就更不容易了。所以要成就一个比较高的修行人，他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还只是指这个慢，指这个慢。如果在修持上，这个还只是基本要去体会的，它更深的一部分就是持戒跟正空性，戒定慧定，要进入到定，还有空性上的体会，这个就不容易了，就不容易了。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慢心，到修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如果自我察觉觉照能力稍微越来越提升的话，你会慢慢发现，我们只要有内心有一点点慢心出来的时候，你的障碍就来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的障碍就会出现，不管是言语上慢的口气会跑出来，有时候是起心动念那种慢的情绪会跑出来，那这些呢，这些只要慢慢的察觉到，我们察觉自己有一点这样的时候，你一定要赶快调整，要做一些思维，要做一些思维，思维说我们事实上没有必要慢什么，因为还有很多无量的法门要学，而一点小小的体会事实上没有什么，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高人还有很多高人的，所以呢，要常这样思维，我们就慢慢的身心就放下来了。以前那个我常常讲一个故事，我再讲一次，因为这个故事非常好，就是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他那时候不是有很多他的全所有的经他都念过了吗？
整个印度啊，他又辩论第一名啊，他就发现说，哎，这个世界上的经，佛陀讲的经他都看过了，法门他都会了，他就有一点慢心跑出来了。这时候他在定中，诸佛菩萨突然间在那定中，为了降服他的慢，就现出无量的经他没看过的啊，在空中，而且是从地上大地这地球上冒出来的。所以他一看到，哎，这一经书怎么都没看过，哦，他才开始谦虚下来了，原来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呵呵，原来很多他不知道。在阿底峡尊者的传记里面有提到这一段。好，我们继续看这小字，因为菩萨能修五种观想，所以能够忍，能够忍，哪五种观想能够忍，让我们能够忍呢？这个大家可以参考，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观想叫亲属想，亲属想就是任何许多众生皆是我父母我的兄弟姐妹，过去生中他都像如父如母一样他是对我们有恩所以他是像亲属一样，我们要起悲悯心起悲悯心。第二，唯有法无人我想那个我们只有在佛法在心中，我们不要分人跟我不要分人我。好，不忍，第三，不忍则有苦想。如果我们这个不忍，就是如果我们不忍耐的过去的话，就硬要跟对方过不去如果对方对你不太好恶骂捶打，我们也回报回去，那么这个就是有的苦啦这个苦呢就会跟着来。所以你忍不住就是痛苦了，如果忍得住就退步海阔天空。第四，一切法无常想所有的法一切的状况，就眼前的这个状况不会一直在的，终究它会过去的比如说这个人误会我们或者这个人诽谤我们今年这样明年这样，可是后年不见得这样，十年后也不见得这样所以这个不是寒山问拾得吗？人家骂我什么打我，然后怎么样，我给我怎么样，然后结果那个拾得就讲没关系，忍他让他，然后最后什么再过几年看他如何你再过几年的话，你看他可能就不是你，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这个是寒山问拾得这一段话是蛮有，是很不错的它就叫无常想。好，无常想。时间一过，其实对方的果报会慢慢显现的。我们悲悯都来不及了，干嘛怪他呢？大家要常常这样子想我们悲悯都来不及了为什么还要怪他呢？所以其实很多他在造恶业的人造恶业的人，在未来他果报都会显现，所以我们不用嗔恨因为要有悲悯心看他，未来他是真的会很可怜的所以我们就不用不用心里就不用起嗔恨心，反倒要有悲悯心要有悲悯心。第五，起怜悯心摄受于他想，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起怜悯心摄受于他，因为未来对方的果报都很重的，我们慈悲他都来不及了，何必怪他呢？何必怪他呢？这就是一个一个以悲心来住在忍辱力中。慈悲心是比较能够让我们忍辱的力量增强会让我们比较容易忍辱，比较容易忍辱。这个众生在愚痴中他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的，是搞不清楚自己的状况的，而且他还会觉得自己是对的这是是非常可怜的。所以
像师父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人啊，他明明就是走错路，那他一直觉得他走对路啊。如果他没有学佛，那无可厚非啊，因为毕竟他没学佛，他还是在邪见里面哈。那有时候是观念不是很正确，那这样子慢慢的教他啊，就看缘分教他。可是有的人他是学佛已经学很久了啊，有的他学佛学很久了。那就更辛苦了啊！学佛学很久的要再调了哈。如果说他观念错误的话，要再调回来，真的要有大威的人才有办法说得动他啊。他真的要跟他累世要很大的生的缘分，你他才有办法转得回来。因为一旦错误的观念一生进去哈，要转回来就不容易了啊。比如说讲一个简单一个。现在常有的错误观念就是家里不能送地藏经，很多人都会讲家里不能送地藏经，那我就跟说你放心，你绝对可以送啊，可是他还是送了怕，他是就不送，一直不送啊。我心里看着说啊，这一旦观念错哈，你要再转回来不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所以这个要跟大家哈要提到，所以一开始学佛的人，他一开始真的要找对啊正知正见。好，如果我们眼前的善知识，你可能不容易啊分辨。可是呢，有几个稍微要有的一点小标准哈，就是最好是比较传统比较好啊，比较传统比较好。比如说依印光大师啊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或是好比较重要的几个祖师，比较没有问题的，以他们的这个道风在修，啊，可能比较安全一点，啊，就算这个三知识不完全正确，可是也不会差到哪去，好，也不会偏到太离谱，所以依着传统，它有它那个传统的规范，祖师有我们中国祖师有他那个差不多的一个规范下来的。那个是大概都比较少变动的啊，比如说平常心啊，不强调神通，不是很强调神意啊，它有它一个大概的规范，平平常常的啊，强调我们的慈悲跟智慧的增长啊，然后强调的就是啊，平常的就是从戒定慧闻思修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起来啊，像这样子啊，它是有它一个大概的一个规范啊，它不会离开这个规范太远，所以传统的祖师有很多的啊很好的内涵啊，依着这个内涵修是比较保险啊，比较没有问题。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啊，这个问底下这个问我们看一下，前述忍度与经何异？前明独处意志内情，今明处众外缘不动。这个外缘处众外缘，然后不动是什么不动？我们这个心不动啊，处在许多的外缘当中，我们这个心的不动。前明只具出家菩萨，就是这个前呢是前面的忍辱是讲到，我们翻过来看。是第137页不是有一个第三忍辱波罗蜜啊，这是第一次问忍辱波罗蜜啊，第一次描述说或见菩萨而作比丘独处闲静要诵经典，这个呢是安忍在法上啊，安忍在法上，所以这是在山里面自己独修的时候，是安忍住自己的各种身心的贪嗔痴的各种情绪啊，然后以思维这个法义，让我们身心的能够越来越在戒定慧上用功啊，这是自己调整自己，这是一个人在山里的时候，这是一个人的时候，所以这一前面呢刚刚讲的那个呢是意志内情，
调整我们的内我们自己的状况。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真上慢人恶骂捶打呢，这个呢是指出来是处在许多外境当中外缘当中，我们如何心能够忍心不动。好，所以前明子句出家菩萨精明通于道俗，所以助人努这里讲的助人努力增伤暗慢人恶骂捶打皆系人等以求不道，这个呢是通于道俗。好，之前呢比较专指出家啊，这里呢是啊出家在家啊都会遇到。好，前是地察法忍为主，就是思维法义啊，让身心安住在这个法上，安忍在这个法上。但是现在这个偈语呢，它讲的呢是精明耐怨害忍为要，要忍耐得住外面的怨害、怨恨、还有一些、对我们的迫害，我们要安忍得住，忍耐得住，这个就比较难。其实两个都很难，两个都很难。一个人你要像有些人你要他一天不说话他会受不了啊，一天不说话就会受不了，所以你看光这样就忍不住，安忍不住。以前就有一个人，他有一个老板他在美国在做电脑公司，后来这个他电脑公司做的不是很理想啊，然后让渡给人家住，回到台湾，然后人家介绍来我这，那我跟他聊一聊以后发现真的发现，因为他说他一个人晚上眼睛闭下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真的静不下来静不下来。好，这个我就跟他讲说当我们发现自己静不下来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感受，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征兆，危险的征兆啊！了解吗？发现我们眼前这个我们心静不下来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征兆，我们要赶快去觉照我们身心这些状况啊！要赶快觉照好，要不然我们这个健康的时候都静不下来，那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心那怎么办？生病的时候，我们健康的时候，这个四大还调的还可以哈，四大都很健康的时候，心都静不下来了。那万一我们四大不调的时候，那你心岂不是更乱啊？那大家懂我意思吗？岂不更乱？所以呢，以前那个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在晚年有一次闭关他一闭关的时候一碰到他在那个水水壶他的水在那个炉灶上面在烧热水他不小心被烫到一下，烫到一下的时候手收回来，心里惊了一下，光是那惊了一下他就起惭愧心他就起惭愧心，惭愧什么呢我现在于四大还不自在，无法自在，我还会被外境所动摇。你看他光这样一点点状况，他就赶快觉照得到说我现在其实不是很安全，我的心还是不自在的。好，这是莲池大师他在他的文章里面有提到他自己的这一段感触。好，所以其实我们当然目前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像他这么维系细到这样，可是至少粗的我们要了解得到说我们要能够知道我们现在是很苦的，我们是被绑住的，我们外境一点怎么样我们就随着怎么样